月月，降温了，穿上外套再出去玩。外套丑死了，哪有裙子漂亮啊？啊！这么冷的天儿，还穿着裙子到处跑，就是你了。 我留点儿。哎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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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嘿，哈，嘿，孤零零，百草心境。应该是降温了，不加衣服，所以感冒了。我知道如何配伍对付魔王的方法了，不过还少一位葛根精华。葛根精华？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的干燥根，它一般生长在山坡草丛或者路旁较阴湿的地方。葛根有清热解毒的作用，可以降低体温，改善发烧。太棒了，在哪里能找到它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找到葛根精灵。可恶的李时珍，我是不会再让你阻止我的。千年寒毒注入。大王，寒毒全给我就可以了。干嘛还浪费在一条裙子上？葛根精灵爱漂亮，这个含有寒毒的裙子会迅速让人感冒，只要她穿上就别想再召唤精华，明白吗？大王真是高明，这次我们赢定了。你是谁？哥哥妹妹你好，我是捣蛋鬼，我想和你做朋友。可是我还不认识你呀。没关系，收下我的见面礼，我们就算认识了。见面礼？哇，好漂亮的小裙子啊！来试试看。哎呀，真好看。你们是？请叫我酷哥衍生，他是曹本仔。波丽琳你好。你好曹本仔，我们需要葛根精华去对付大魔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冷啊！这么冷的天气，你竟然穿冰丝裙？可是这个小裙子很可爱啊！啊嚏！葛根妹妹，你这样会感冒的，先把衣服换了吧。我不要，穿裙子多漂亮啊！我不冷，一点都不冷。看，裙子还很香。波音冰，依依草的叶子有保暖作用，你先披上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裙子有问题。不好，裙子上有魔王的气息。又是魔王搞的鬼，
看你们怎么得到精华。我好难受哦。好的。不行，必须马上想办法解除裙子上的魔法。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嗯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啊，捣蛋鬼！没错，就是我。就是他送我的裙子。可恶！嘿，再过一会儿大王就收集好能量了。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我千年寒毒的威力吧。酷，好厉害的魔法。厉害的还在后面呢。哎呀！没错，接招吧！你们跑不掉了！让他们尝尝冰针的厉害！糟糕！这怎么可能？哥哥妹妹身体的高温居然可以融化冰雪。可恶，再来。冰冰怪怕高温，草本仔给他点厉害看看。火灵灵好。不行，身为超级组合的我们要想办法去掉哥哥妹妹身上的寒毒。好难受，我好冷啊。你们以为这就能打败我吗？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一点点火球就把你吓成这样了。快给我进攻！发现没有，捣蛋鬼手里的恶魔手镯的颜色居然和裙子颜色一样。火灵灵，是手镯在控制着裙子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搞定捣蛋鬼的恶魔手镯。好嘞，看我的。给我进攻，别让他靠近。你要干嘛？没干嘛，就想让你尝尝自己冰针的味道。我的恶魔手镯！你们给我等裙子不发光了，谢谢你们，嘿嘿。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你能借给我们葛根精华吗？没问题。酷，开始配舞，阻止魔王，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你的小裙子也很漂亮。糟糕！气死我了，捣蛋鬼！烧已经退了，不过以后要记住，随着天气变化加减衣物。才能避免伤风感冒啊。太感谢您了。小朋友，天气冷的时候要注意加衣服，千万不要为了漂亮穿得不够哟。谢谢院长。
冰冰的好好喝呀。可可，冰饮料喝多了可不好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再喝一点点应该没事儿。哈，一次居然喝那么多冷饮，这可是吸收黑暗能量的大好机会呀。啊，不好，药晶石又有反应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是孩子喝多了冷饮导致胃痛。看，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。波灵灵，我们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好，跳！波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这下闯祸了，我的草药每次都这样。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了。别急，我已经配伍好了对付魔王的方法，只不过还缺少一味甘草精华。甘草精华？甘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多生长在干旱半干旱地区，是一种补益的中草药，可以用于治疗胃痛、腹痛。波灵灵，那我们去哪里能找到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，快去找到它吧。哎，大王，天气这么热，我们买个空调吧。热吗？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热呀？想要空调，那你先去阻止他们得到甘草精华。大王，我这就去阻止他们。哇，冰镇的真好喝。哇，是甘草妹。你们是？你好，甘草妹。我们是李时珍爷爷派来找你帮忙的。帮忙？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想借取你的甘草精华阻止他。啊，可恶的魔王又出来做坏事了。好，我帮你们。不好，让他们先到一步。仙人掌。好疼啊。怎么了？可能是冷饮喝多了，召唤不出甘草精华了。波灵灵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要我喝下甘甜泉的泉水就能恢复了。那我们一起去找甘甜泉。想办法让甘草妹多喝一点冷饮，让她不能召唤甘草精华。让你们尝尝我特制的仙人掌冷饮。卖冷饮喽，卖冷饮喽。哇，冷饮多少钱一瓶？1块钱一瓶，打折优惠，卖完回家。喂，哎，看你这么想喝，就免费送你喝吧。真的呀？甘草妹，别喝太多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没事的。好喝。甘草妹，你怎么了？甘草妹好像中了魔法了。啊，
是你，捣蛋鬼！仙人掌冷饮是用仙人掌加上千年寒冰配制而成，不需冷藏，也没有防腐剂，除毒性猛烈容易上瘾外，味道还很好喝。把他们打倒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他在干嘛？小心，甘草莓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他又来了。好痛啊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胆小鬼，快给我出来！草分子，甘草妹已经中毒了，怎么办呢？甘甜泉，没关系，只要我喝下甘甜泉的泉水，就能恢复了。有办法了。什么？也许甘甜泉的泉水能治愈甘草妹身上的毒，把他们引过去。胆小鬼，快出来！快给我出来！捣蛋鬼，酷哥在这儿。把他打飞！妈呀，又来了！太好了，是葫芦果。五零零七啊！快打！救命啊！拿着！酷，我们成功了！嘿嘿嘿，我也会。看我的仙人掌冷饮！这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了。怎么，还想跟我玩吗？来吧，不怕你们。五零零七，这是干什么？延生，快！延生，快使用药晶石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妈呀！差点害了大家。我以后再也不喝冷饮了。可以帮我取甘草精华了吧？当然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马上就要成功了！你捣蛋鬼！大王，我回来了。又失败了是吧？没用的东西！可可，肚子还痛不痛了？不痛了。以后可不要为了图凉快大量喝冷饮了，不然会引起胃胀、胃痛、胃不舒服啊。我知道了。